开吗？对。好的。你有去吗？不会。好热，我们这样不会过热吗？我还好。那你会不会很热？不是啊，我这边我这边看还好。好，那就好。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很亮，还是他在餐桌上面？但这次先不用帮我出来。好啊。对，其实我邀请他，他再出来。对对，邀请他。啊，不然你站着。站着好了。吃得到吗？在这吗？跟凯哥一起吃。哎呦！来喽！跟我。OK 哈。周末家。哎，帮我后退一点好不好？因为我会移动。OK OK。就是邀请自在 fit 这样。OK。我就直接邀他了。OK。OK。可以哈。可以。Hi。勇敢。测试。1、2、3、4，我就开始。OK。好，准备5、4、3、2。再讲一次规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其实是一日店长 PK， 我们两个会一人卖样，因为我们主推有两样主食，一个是凉面，那一个是红岛烧。然后我们就一人抽签决定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 PK 这个食物，招揽客人啦，那客人的满意度啦。那赢的有什么？输的有要求？赢的有什么？赢的没有。没有，就荣誉。有必要为了这个，为了一个荣誉？输的要留下来打赏。哇，那我不想打扫，我想赶快下班。耶，yeah, 那我们赶快来抽签啦！现在好多人在等我。来了，你先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你们先拿回去，先拿回去要上班了，是不是？耶、yeah, ，那大家可以来跟我买东西哦。我们现在是店长，对，我们是店长。要先穿上吗？可以先穿上。这有什么问题？很专业的感觉。热机哦，热档哦，热档，该，还好都有阴影。这不是，你去讲。最近有学，一人一卡，好，我给你一个，你先。
我先吗？你先啊！你先啦、啊！你的没空。我要唱虾哦。深思熟虑喽，三个拍就好了。来了吗？好来。好来档期。好来。要有气势的那种。嘴巴还抖。很凶的那种。还是我单靠。啊，来哦。好来，准备五四三二。对着他抢，对着镜头。对着镜头。很多人看着我呛不起来，哈。可以哦，好来，开始，准备五四三二，我一定会赢的，你好烂的、哦，太多人看我了，我害羞了，是我活，就是我活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今天给我留下来打扫去啊，这句，好，准备五四三二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已经是我赢，就让他留下来打扫吧，好，换你，哇，天哪，其实是因为后面很多人看会害羞。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好，加油，继续加油。好，可以好。Okay. 好来，准备五四三二。今天初体验一定是我赢，你就留下来打扫吧。温柔的。OK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接不到吵架戏，他们接不到吵架。帮我拍一个单卡，只有他们的空景好不好？空景吗？准备五四三二。好哦，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30分钟的比赛喽 ，Go！ 这样，来，大家，我们要来卖东西了。请问你们有人想吃冷面或是广岛烧的吗？有人想要吃广岛烧。
姐，我姐，我姐。请问要吃广岛烧吗？现在很适合吃，虽然很热，但是它的分量很多，然后它上面是有带，它面糊，里面有面。有人要吃广岛烧？完蛋，遇到瓶颈。哇，好。边走。第一位客人，没有再一个红茶，再一个红茶。要吃牛肉还是猪肉？牛肉。这里，等我一下，请问你要吃什么？冷面，牛肉的，对。那你要喝饮料吗？要。你要喝什么？红茶。对。我要再一个红茶，一个冷面。有人要吃广岛烧吗？牛肉的。好。那我要把我的铃铛。还是要喝饮料？谢谢你，喝饮料。对不起，以后错了。效果，别歪了，歪了。这是你打歪的吗？对。我没有。太大声了。面加上红茶。没有。还是我去中间的网红打呀。太大力。你要吃？我想有一天可以跟别人说一下，对，我长大了。对不起。Sorry。牛肉的，你要喝什么？红茶。好的，干嘛去？哎，小心啊！差一点。我要再一个冷面，然后一个红茶。冷面是牛肉的。牛肉的。你要说鸡肉。谢谢。哇，不够用了，不够贴。不够用，我才卖三个就要贴完了耶。贴纸太少了。没关系，泡影对不对？对。我们要喝泡影来帮我们贴拍的。我们先去拿老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要吃广岛烧，大家有人要吃吗？你要吃冷面吗？牛的。啊，你要喝什么？红茶。好，我要再一个冷面，然后我要牛肉。我先帮我付好不好？等一下我那个现在没有钱，没那么高。等一下我现在是拿卡。好，谢谢。那怎么办？还是我拿平台？你帮我盯一下。谢谢你。我先拍一下。老板，我又再盯一个了。老板，你这边大家后退。先。好吃冷面。有卫生纸吗？没有。今天卫生纸。啊，太好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你都没贴，你看好了。偷偷一点。好像我都很记得要把它贴贴纸。我刚刚买的贴纸。对，我们的记忆力好。谢，可以拿吗？可以，谢谢你收钱了没啊？没有收钱。我想说我拿钱给你。没有，要收钱是啥的？收钱，我要用袋子的，我要收钱。哎，嗨，一个位置。对啊，挡得真好。200一。
今天位置挡得真好，谢谢哈。好哦哦哦做生意吗？我帮你跟老板沟通。哦哦哦谢谢。我说哇涨价了涨价了，可以吧？哦好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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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我再等。可以吗？谢谢，麻烦你麻烦你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小费啊，还有小费。尽量的。是吧？耶！谢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万文的。等一下。啊，你好，我有问题。来来来，放一起，放一起。来来，谢谢谢谢，我忘了，我帮了，我忘了。太棒了。谢谢你。放心。没有没有多收哈，没有多收啊，确认确认哦，确认哦，确认哦。哇！需要喝水吗？啊，我终于发现袋子在这里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帮你拿袋子。不带给你，跟多一样，对啊一样。那上面就是黑黑的，还有色一个。老板先擦眼睛，只好先把这边结完。我先把这边结完。我想喝那个水。哪个水？哦，气泡水。马色杯。有没有这个好喝？你是要内罐还是要那个牌子？都要。他们两个在猪肉里面。然后他们把猪肉拿到中间，然后他们一排九。对对对对对。那这样我也可以带到两个，他可以带到一个。对对对。然后他们想点的，想点就可以。晚上不用吃，我会带两个。模特，抱歉嘞。哦 ，sorry。我等一下可能会。好好好好好。会太亮吗？刚好要亮就不会亮。谢谢，我帮你挡哦。好哦，那我就出来了。好，要到这里才会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再接第一个。要请大家来中间点餐是吗？排队，好的。对不起，因为我们动线有一点拥挤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请要吃东西的人帮我从这边开始排，然后在这边点餐 ，OK 吗？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就继续贩售东西了，好不好？下一个客人。都帮我排队好吗？在点餐的在中间。不好意思，帮我排一下队，因为这样子怕大家会比较乱。你要两杯荔枝气泡饮吗？那你要等他，你要请他过来。我谢谢。不用紧张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你先确认好再 Q。就旁边帮他点餐。哎，鸡腿。说嘛，不是啦，我只是刚好看到你那手机档次啦。好不好？不然我就放在全部头。对呀、啊，你就放嘛，放我。全部头上。它很好当支架。放啊放啊。放啊。没有啦，我只是要高度而已啊。我们摆这样子，只有一台相机 OK 啦，我没有很多台。
我是没有打算拿 GoPro 出来啦，我都有啦。那你要有个支架， GoPro 我觉得很麻烦，会超热。GoPro 不是每隔一阵子就会热档？对啊，这种天气拿 GoPro 会出事。哎，我觉得这角度超棒。这个位置刚好就在侧里。侧里。好，我要开那个了，速拍模式。来吧，待会会很好笑、啊。你吴俊南啊？啊？记者会啊？俊南，周俊南。好啦，我就这样。哇塞，人真好。还没吃你们？你们有要吃东西吗？我们还没吃啊，还不能吃，我们还没吃哦。我们是没给你们餐具啊？好像没有。我以为是要问说有没有收钱、啊，多收钱就不给餐具。等一下会记得吗？等一下会记得。所以要再点一次的意思？喂。然后再点吗？对，他点第二次让小球记得。我就问，如果我现在点光头，他要等多久？很快，我真的不好说。可是你那个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对啊。光头说很快，光头说很快吗？好，不然我就小球。要点餐的帮我们在这边排队哦。啊，等下等他 Q 哈，谢谢。还有，你有加冰箱？其实我刚好知道。哦，刚好这边有阴影，不怕热到。你最好不要碰，你一动到太阳就糟糕了。不是我吧？不是我吧？这是疯狂在贴。为什么越贴越多？哇塞！狂贴猛贴！哇！这样才有势均力敌的感觉。哦，竞争度。好的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请问你要喝什么？是什么呢？牛冷面。我们可以盯吗？好，哎，好好玩哦，好好玩哦，好好玩哦！大家你们还有要吃要点餐吗？请问要吃什么呢？65号哦，餐车到，哎，那要结束了，对不对？还没，好的，那你帮我盯一下呗。那我们再补丁几次？还有那个后面好像有，对，后面有了，后面有。要点餐对不对？老板，我可以往前。点餐往前。可以啊，反正整点餐。获得今日的冠军是冷面跟这个气泡。啊，算了，我不管。要点餐。要点餐。要点餐。点餐哦，点餐。直接太亮了。啊？你吗？客人们，还是我们后退一点？有难度吗？后退两步，你再后退两步。哇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被记得了。在寻找。有点餐吗？我的呢？可是要试试看，不知道他叫什么。吃东西。
没有没有，我们这里只有鸡腿比较好。谢谢你，要点餐了，谢谢你。好啊，你要冷面是牛肉。现在再开两个四窗，还是要喝饮料？气泡饮。一个牛肉冷面。中式酒。想采访一下有认识的面，想要问他的情况。抓到！那我继续买喽。你好，请问要吃什么？你要冷面很好吃哦。贴纸掉了，我就贴纸掉了。你要牛肉冷面？一张贴纸掉喽，一张应该没关系吧？谢谢。啊，飞走了，算了。没有，你就直接挤中间就好了。没有，排下去就好了，排下去就好了。谢谢。没有喝过。六十三号，如果你要吃吗？当然可以。跟你一起吃啊！你要吃我就买啊。好啊。你要吃我就买。买啊。买起来。哇。真的好吃的吗？六十三号。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。把握完了。好，谢谢。点餐吗？好像没看过。后面的人已经看不到了。要点餐吗？点餐可以往前面哦。谢谢你，有点好奇。谢谢你，好久。征求等一下一起扫餐车。哦 ，OK OK OK。我们有计划好了，要你叔陪你扫餐车。哦，知道吗？被发现了。哦，100多亿。人家就是扫餐车，你从里面看他们扫。对，二十四号。这里没扫干净啊。扫干净了。你等一下辛苦了，要打扫了。哦。是广岛兽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会陪你打扫。哈哈哈哈哈！那妖妹我抓到了，他说他要陪你打扫。被听到了，妖妹要收费，不好意思。妖妹收费。你要买10个广岛兽？笑死！是吗？哎！红茶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吓死！68号。要点餐吗？这里。好，一个广岛烧，牛肉的。点好了，网购。来，谢谢。你好。一个广岛烧，牛肉的。要给广岛烧的老板在这来说。他的面很好吃哎，不来一份吗？好，我再买一个冷面。哦。哎呀，啊，天气很热，要不要顺便买呗？结合一下。好，你要买什么饮料？要气泡饮。这样我还真不重要。红茶。啊，红茶。啊，要不要支持？啊，要不要支持？支持多买个气泡饮。多买。好。哦，睡。你要全点啊。哦，帅。一个啦，不要太多了。帅。哦。一个饮料，一个冷面跟一个那个啦。哦，大户。那你跟他饮料。好。你要谢谢。好，牛的。好，最后一
真的买了。LINE Pay 还可以回馈，真的吗？ LINE Pay 可以回馈哦。有有有有有。哎，这集没有业配，这集没有工商。发票寄过去对哦。哎，没有工商哎。哎哎哎哎哎哎。好，我就可以，还有就是可以一起拍照吗？来，74号哦。这个节是最。你有参加咖喱吗？哎有，上礼拜去了。对，他也有啊，鸡腿也有啊。啊啊，什么东西？十K。会报名10K哎。真的吗？我刚好买到都没有。走。对啊。卖完了是吗？卖完了。罗毅。哎。哎，女朋友在看哦。女朋友在看哦，女朋友在看哦。没有，他知道了。哪边？我们看完，哪边呢？74号的，看他们现在点餐的都是点餐，点餐的直接跟柜台点餐哦。然后后面东西有餐具吗？嗯，要了整场都没有餐具。然后我就用手吃这样子，用手抓面。哇，太狠了，太狠！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哦，哇，谢谢，谢谢，有给餐具，有给餐具，没有没有多收钱，五星，没关系，我一个人，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，扫地哪里报名？扫把我准备好了。好热，哇！晒红他的那个，这个我之前这样讲，他就跟我说那是腮红。好啊，好啊，来。臭直男，臭直男。等一下哦，先好吃。好。没有，他要开奖。然后我抬起来，好，我是32。刚地上还有掉一张，我有掉一张吗？对，我还有一整叠。刚刚我不用打扫，对不对？辛苦了，姿。那我们今天一日店长 PK 就结束了。那我们大家就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如果未来想看我跟姿有其他合作的话，大家都可以在底下留言。那爱你们，拜拜。去打扫吧，去忙吧。拜拜。我刚刚找不到你，我会把你找到。